时精彩六月，央视主持人走进厨房，有何拿手菜？天天饮食，天天见，天天饮食，打理您全家的美食。奥运冠军健康菜，揭秘独家营养秘籍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林，我是莫慧兰，我是张佑镇，我是杨洋，我是钱红。民间厨艺高手过招，家常菜如何做出大味道？天天饮食，天天见。每天早晨8:36，8:36，中央一套，中央一套，一定要做上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阿秋，准备开始做菜。今天登场的是社会纪录主持人阿秋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天天饮食又和大家见面了，我是董浩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呢，是我的同事啊，是一个非常魁梧的主持人啊。我们有请我的好朋友，我的同事阿秋，来，有请。阿秋你来，我特别高兴啊，因为阿秋呢，不管他走到哪里，笑声就传到哪里。你说的是寒桥并不见吧？我是一个严肃的心理。你严肃哈，但是大家看到你就想笑哈。但是阿秋呢，确实是一个烹饪高手。哎，真的是误解。今天呢，阿秋给大家带来这个菜，叫做这个酿苦瓜啊。但这个菜呢，严格的说，它应该是客家菜。是客家菜。客家里头一道家常菜，因为客家呢是南方的北方民族，对对对，什么山东啊、河南啊、山西啊，对，然后迁徙到南方。我们介绍一下主料辅料。好，主料啊，苦瓜2条，以及肉末，香菇，辅料呢，我们看有这个淀粉、酱油、料酒、盐、味精以及白糖。好，董大厨先帮我把这香菇切成末状啊，把它剁碎。末状，好。客家菜啊，这是在广东省属于这个三大菜系之一。就是这道菜其实也是咱们这个中原人以前对啊这个吃的啊。当然除了这个香菇之外，我们家经常还有马蹄啊，这个莲藕啊，那口感很好啊，很爽啊。对对对，还有其他的，反正你爱吃什么，你都可以跟肉拌在一块儿，就像那个馅儿啊，就像包饺子一样，有这个酸菜馅儿的，有白菜的，有韭菜的啊，随您所好。好，加点什么呢？首先呢啊，我们再加点这个料酒，酱油，老抽，少许啊，一点点。南方呢喜欢吃蚝油啊，对，加了很多蚝油，生抽啊，这个少许的味精，盐肯定要根据您自己这个口味的咸淡，您自己加啊。当然呢，加一点糖更好啊，对，不多啊，给它搅拌一下，应该让它醒上3分钟左右，3-5分钟。对，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做下一步啊，好。你看这个苦瓜应该怎么做啊？既然是酿肉嘛，就得把肉啊塞到这个苦瓜有一个空间，好，你看里头有瓤，咱们对，你看用那个勺子把。阿秋就是聪明啊，这完全是开发的工具啊，勺棒，这个来，好，来，我来做这个啊，你看阿秋老师，你看我这样做对不对啊？走。还可以吧，可以啊。有很多人其实爱吃苦瓜，但是受不了它那个苦。我们可以在盐水里头啊，焯它一焯，稍微焯一焯。对对。那有些人如果说你不忌这个，你觉得这个无所谓啊，这个苦我就喜欢它苦。对，这过就吃它这个鲜味儿是吧？当然我们这个在开水里啊，焯的差不多这个有点软的时候，对，就可以拿起来。对，而且这样的这个菜品呢更加好看。你看，不管是下边这一道工序啊。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往里装馅儿？对，装馅儿。然后装馅儿，你有什么绝招没有？我就觉得为了那个馅儿它不脱落，因为有油嘛，很滑嘛，咱们呢用点那个芡子啊，在这个苦瓜内壁里头啊放点粉，放点粉，肉就粘住了，这样不容易掉。哎，形象也很好看啊。对，好的，我就往里塞了啊。好，往里塞。像我说的哈，您要喜欢什么馅儿，你都可以自己。准备，这是只是我自己喜欢的，里边可以是鱼、牛肉、羊肉，里边塞一点什么马蹄、莲藕都可以。这个填完馅以后，是不是两边还是要让它封上一点淀粉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封上一块，粘住好。
这正儿八经是这个客家的一道家常菜。小时候啊，我们从那个广东啊，这个我爸爸是客家人嘛，客家人嘛，对对对对，这道菜那就是地地道道，是我们心目当中最好的榨菜，榨菜。嗯，过年过节啊，周末回家，我爸爸这个在部队每天回到家里啊，我们要做一道啊，每天首先这个酿好了，咱们就开始，一般是用煎炒。我们今天呢选了一个。我们今天选了一个平底锅啊，这样的话放多少油你要知道就行。行行啊，哦，这个现在我们就这样放下去了，放下去，哎，然后放的时候把它转一下啊。生活当中有很多人，哎，这个啊，他青菜和肉啊，他不想分开来吃啊，蔬菜类东西和肉，你看，那么呢，酿苦瓜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，对，把肉类和咱们这个蔬菜类结合在一块啊，形成一个作品。哦。这火呢要烧点，收一收，啊，对，里面给它煎糊啊，没错没错，哎，那给它翻的差不多了，要给它翻一下，翻一下。啊、我读初中，开初三开始住校、哎，那么住校最艰苦的日子里，学校吃的是一个月8块钱的伙食费。哦，啊，那么呢，最期盼就是母亲能在月末来看我的时候，能带一些酿的苦瓜。哎呦，小饭盒带的，哪有卖的？周边同学那个抢啊！哦，怪不得这个孩子的身体好啊！哎，所以这个苦瓜吃到现在啊，这个时候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沾一下点水啊！哎哎，这里够了吗？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好，啊、好，这个时候啊。趁着这个水汽上升的时候啊，啊，我们要焖它一下，对，小火，对，焖3到5分钟，对，待会儿见，嗯。哎呦，差不多了，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。这时候我觉得是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放点酱油，哎、充分的入味，火一定要小，对。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再放一点点盐？盐，那对对，一点点盐，对吧？一点点盐啊，一定不要太多啊，一定不要太多。好，小心啊，然后再给一点点糖啊，对，这样呢，这个放了糖以后，它这个汤啊就显得更浓啊。味精一定要后加啊，加完以后一点点就行了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关火了。董大厨啊，再经过我指导一下，董大厨做出来的客家菜酿苦瓜啊。这个酿苦瓜就大功告成了啊！如果您喜欢的话，这个摆的好看一下，您可以再放2块酿豆腐，再放2块酿茄子啊，再卸点尖椒，尖椒啊，显得更热闹，热闹显得你们家生活很殷实啊，这个热热闹闹的五彩斑斓啊。不过今天阿秋的指导下，我们俩人合作这酿苦瓜还可以，因为这个酿菜啊，看着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要没他，我真炒不成。那么明天呢，我们还有我们的主持人，还有我们的好朋友，在这里要露两手啊！明天不见不散，再见，再见。下期嘉宾为您服务，主持人王小谦将带来他手菜——清香鸡丝黄瓜。